介绍一下吗？你咋个？麻辣锅真的是超好吃的，肉都很好吃，肉都很好吃，然后他虾也吃了很多。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菜单。妈妈吃饱了，我吃饱了。你吃饱了，你要吃水果吗？要啊。要啊。这个顶峰麻辣鸳鸯锅。因为现在是疫情的时间，所以其实都没有什么人。我们的位置坐在这里有 Tino 跟小迪，小迪跟妈妈说 Hello。Hello。你觉得什么最好吃？什么都很好吃。什么都很好吃。我们点了一个鸳鸯锅，是麻辣锅跟昆布锅，昆布锅是为了给小迪吃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觉得它的卤大肠很好吃，然后有虾，这里是吃到饱，然后这里是全部的肉，超多肉，然后它有牌子告诉你是什么。妈妈打翻了。你打翻水了吗？有啊。打翻了，那我们去借看看那边有什么好吃的。一进来，这里有酱料区，酱料区完，左边是海鲜区，哇，有鱼片、干贝、小卷，螃蟹、蛤蜊 ，Tino 最爱的红虾，这里是海鲜的，然后这里就是蔬菜区，就是什么蔬菜都有。然后这里是面，还有火锅料。我喜欢吃这个蟹肉棒，哇！所以这里有很多都可以吃。然后这里接下来就是饮料区，有咖啡、红茶、杯子。然后这里是冰沙，这里有仙草饭、海苔，还有红枣银耳汤跟白饭。最棒的是这个。最棒是这里有三种莫瑞士莫凡迪的冰淇淋，还有这个比利时的冬雪送冰淇淋，还有泰国的我们都超棒的冰淇淋。这里是甜点和水果区，还有蛋糕和各式各样的水果。你拿青菜，这个青菜拿一个。好呢，弟弟夹了什么？你说青菜，青菜。哦，冷气机的声音。今天好不好吃？这是什么？青菜。对。好，端回去给爸爸。爸爸，你看，这家的。鳄鱼皮、螃蟹、牛肚、虾，我喜欢吃的海鲜。他爱吃海鲜，全部都放进去。和肉，他说他今天只吃这一餐呢。哇。小弟想不想吃水果？有吧。哇，来，番茄。好吃吗？不是杨明。你说番茄。番茄。凤梨。说凤梨。凤梨。苹果。绿果。木瓜。木瓜。柳橙。柳橙。红芭乐。芭乐，这是什么？西瓜。西瓜。一直在吃。小迪开始吃水果。Tino， 吃得很过瘾吗？很好吃，肉很好吃。辣不辣？辣。辣。辣。他说肉都非常好吃。哇，吃的乱七八糟的，而且最好玩的是，这家餐厅真的很推荐，但是
因为今天平日中午，所以都没有什么人，就我们一家人。耶、yeah.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爸爸，我还要吃。妈妈，我还要吃。你还要讲？好，走。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很棒的是，它这里的厕所非常干净。你们看，超干净的厕所，白的快发亮的马桶，跟有酒精可以擦的那个湿纸巾，是不是很干净的厕所？